欢迎大家来到德云社德云三宝全国巡演北京站的活动现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共同有请靳鹤南、朱鹤松为我们带来礼仪漫谈，掌声有请。谢谢您啊，哎，感谢大伙儿掌声，谢谢您各位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大伙儿掌声，谢谢啊。很高兴啊，今天能够在这个剧场表演，这是我们德云三宝啊，北京站，哎，在北京啊，演这三宝啊，啊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其实很荣幸，多开心呢。头一个节目不太好表演，哎，有一定的难度，好多朋友还在陆续的找座位当中，哎，还没有找到座位。我们哥俩呢是慢慢的说，大家伙也算是慢慢的听，是希望呢经过我们这三对演员的努力，能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愉快的夜晚。哎，往底下一看，来了不少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们都坐到了剧场的啊，除了那些空座的也算坐满了，挺好。哎，啊，有时我也挺关注我们这个卖票情况的。哎，他喜欢看一看那个卖票的情况，其实卖满了。对。先是卖满了啊，因为什么呢，好多朋友呢开车呀来这个剧场，对，开着开着呢就是开溜了啊，就在北京西边嘛，再往那边开着就到了妙峰山了，赶上这头一炷香去。确实像我们今天演出这个剧场来说呢，演出的状态比这个取经都难，也是难为今天能来这么多位好朋友，都来了啊，心情特别的开心，太高兴了啊，也祝今天到场的所有好朋友们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捧寿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归一，十全十美，百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是希望大家伙给我开心快乐，希望您高兴，对吧？人多人少，演员来说都得卖力气表演。哎，尤其像我们这些小演员更该如此，必须要这样。有一些老朋友，哎，有一些新朋友，哎，都是朋友，跟您认识认识，哎，拉近一下彼此之间的距离。老话说得好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对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南，靳先生，德云社的年轻相声演员，谢谢啊。这位老师好多朋友很熟悉，是吗？啊，很了解。哎呦，现在在我们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，或还是业内，是业外差点。哎，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朱鹤松，朱老师。好，这几个大哥都疯驴子了。喜欢朱老师，哎，都是老朋友了，哎，老伙伴了。啊，朱老师来说呢，现在也是近二年呢。认识他的朋友越来越多，这是您夸我也不行，哪行啊？哎呦，确实不错啊！别夸我了，这近二年找到自己的捧哏的风格了。嗨，啊，尤其现在在我们德云社来说，小有知名度。哎呀，不行，哪有是我？哎呦，真是喜欢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啊！呵，啊，这归功于他的风格。哦。他的表演风格跟大部分的捧哏演员呢不太一样，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啊，另辟蹊径。哎呦，也算走出了自己一条道路啊！人家有好多熟悉的朋友、喜欢的朋友给他起一个混号，哇，还有混号呢！啊，哎呦，叫什么叫啊？捧哏巨匠。哎呦喂，这是担当不起，这都啊，捧哏巨匠，真是巨匠，是吗？啊，巨匠啊，说什么都不听，我怎么那么犟呢？我怎么？那咱问谁去呢？啊，跟我在一块儿合作，说实在话，不少年了。我们哥俩是老伙伴了，老搭档。哎，今年来说第七个年头，我们哥俩说相声已经说了七年了。合作七年，哎，合作没有合作之前呢，也在说相声。合作了七年，对，你要真说两口子过日子来说，讲究的是七年之痒，有这么一个称呼。什么叫七年之痒？什么呀？保不齐的有个吵架拌嘴，哎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不痛快，嗯，哎，在所难免，哎，有一些小小的摩擦。但是我们哥俩这七年走过来啊，没吵过架，没拌过嘴，从来没有痒过。就跟亲兄弟一样，关系很密切。对吧？台上好搭档，台下也是好朋友。太对了。其实，搭档之间呢，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，哎，就是生活的方式。
有时我跟他在一块儿时间比跟我媳妇都长。哎呦，你想想，对吧？时间太多了啊，常年在外，哎，这演出那演出去，哎，老得住在一块儿，哎，我们都住在一起，彼此来说特别的熟悉，特别的了解。哎，不论哪一方面，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非常的了解。尤其搭档是什么呢？啊，两口子过日子，取长补短。太对了，对吧？这就用一个术语来说吧，叫什么呀？同行内效。哎，互补的这么一个关系。我们哥俩非常的互补。对了，就互相补啊，自己你说，哎，人无完人嘛。对，他一虚呢，我给他补补；我一虚，他给我补。哎，后来我们哥俩就形成了这种互补的关系。咱也不是身子哪虚啊，对吧？互相取长补短。太对了，一直走到今天。你虽然说名气稍微差一点，哎，不是差一点，是压根儿就没有。没有这个样子啊，没有这个样子。名气可能稍微逊色了一些。对，反正说这是我拖人家后腿。您可不能说这话呀。我跟朱老师一块搭档，真是耽误人家。您说这话太折我的寿了，真是的。朱老师来说呢，啊，从艺年头比较多，我说相声多说了几年。他多说几年可打不住，也多说几年，这是娃娃腿。我从娃娃的时候就有腿了。就是打小就干，从小就学习相声。他跟后台那些货们不一样，哎，那些货他们属于霍霍了。那些演员好多来说你没干几年，哎，昨天才开始学的。哎，没说过。那确实人家很了不起，也说了不少年了，但是不如您呢。哎，不如我时间长。对了，多半演员是因为趁着现在相声火爆，哎，啊，趁此呢多骗点钱，多挣点钱，是这么一个想法。朱老师什么呢？是爱好。哎，我太爱这门艺术了。人家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哎，太喜欢相声了，跟着闲相声一定痴迷到一定程度，太痴迷了。可是我都觉得他上辈子可能是个话筒。哎，啊，我上辈子是个这个玩意儿。你想他那阵儿来说，家里边也宠着他。哎，非常的喜欢我。人家里可有钱着呢，有点小小的钱财。过去祖上那是财主，对，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，对吧？一直你们真说到他父亲这一辈儿，哎，到了我爸爸这儿了啊，也是个大老板，哎，也做生意。咱说他爸爸这辈子活得很坎坷，我父亲这一辈子就像在搓板上一样，就是很坎坷，搓了坎就是沟。我父亲很不容易，就是很难的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你父亲怎么这么难吃？咱也不了解，不了解，也可能让你气的啊。中年丧妻，哎，啊，晚年弄死你吧。晚年我父亲非常的幸福，宠着他，胜着他。我父亲非常的爱我。哎，那话怎么说？亲兄弟一根苗。哎，老爷庙的七根独一根。我就是那个独一根啊。宠着他，胜着他，爱着他。哎，对吧？要星星不给月亮。嗯，是这么个状态吧？对呀，我一要星星，他立马给我买一个星星。您琢磨学相声那阵才几岁？七岁去。七岁，朋友们，家里有孩子都知道，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？七岁孩子多小啊，刚上学，送到学校了。朱老师七岁辍学，我不再上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。这老话说得好吗？七岁学艺，九岁净身。我也太狠了，我也。我七岁讲相声，九岁废掉了。是吗？九岁静心，静下心来说相声。静哪儿？静心。静心。对。静身。差不多。差多了。哪儿差多了？不就差一刀吗？太对了，差这刀就没有你了。我讨厌，不要说这，您说这个真是我面红耳赤。就说您打小做艺学艺那种状态，太对了，值得我们这些演员去学习。大家都要努力，对吗？你可能在台上面，您看他有时在上胡说八道，哦，但是人家这只是一种，哎，艺术上的运用，是吗？技巧啊。我以为你得说点什么，这是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技巧方式。
代表可能在台上有人老气着我，啊，老气着个人没有关系。其实台底下人家很客气，哎，台底下我们关系非常的腻乎啊，很亲密，哎，亲密啊，对吧？那话老话说的吗？啊，台上不大小，哎，台下立规矩。我台下老立规矩，没事干你可不立立规矩，对吗？到了台底下了，对，长幼分明，对吧？你说你是辈分大的，就得跟人客客气气的。你要说真说小孩什么的，你也不能欺负人家，这是我们台底下。但是台上随便的开玩笑，因为相声就讲究这方面，这也是一种规矩，对吧？你包括咱中国，对吧？礼仪之邦，哎，讲究这些礼仪礼节，非常讲究这些。礼仪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嗯，有这话吧？哎，这都是老话说的，尤其好多的地方。讲究的规矩还特别的多，是吗？对了，哦，你比方说像我们哥俩天津人，哎，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，天津人讲究规矩都特别的多。你比如天津过年的时候，讲究什么呀？比如喊爷，哦，哎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这不听您介绍介绍，我给你介绍啊，讲究这个，哎，有这喊爷的，也有一些什么呀，磕头的。讲究，而且你比如说要过年了，讲究就是磕头，抢着磕，这还抢着磕。对了，谁要先磕了，发一年大财，行一年的大运。嚯，哦，这是人家一种讲究。你比如说咱俩给大伙学一学，哎，模仿模仿，咱来一来。好，比如过年了，比如说没到家里去啊，走在马路上碰见了，啊，赶巧了，客气两句，给人拜个年。就得在那儿想着磕这个头，没问题。咱来一回，太好了，马上碰面了。哎，你打这头来，我打这头来，走，对着马路。嗯，咱来一回啊。哎，一见面都这样的。刘刘，朱老师，阿金。哎，过年了，过年，过年了，过年了。过年我可没到家里去，我也没到您的家里去。今年走马路上碰见，哎，我碰见您了，我给您拜年，我给您拜年，我给您碰个头，我给您。那个平身吧，您不抢吗？您抢了，您抢了吧？您前劲儿都撩起来了，但是您没有往下跪呀，啊。我没你快，你太快了，你太客气了，别紧张啊。不是紧张，那不是抢着吗？那就抢吧，但是这一年，哎，我祝您发大财。这一年马上就过去了。祝你在12月31号那天，哎，还能行一次大运。哎，稍微稳当点吧。这是讲一磕头，哎，讲究这些个。刚才说一个，这是喊爷。什么叫喊爷呀？称呼上啊。称呼上的礼节。对了，天津讲究这客气。哦，一见面了，喊我称呼喊爷，姓张张爷，姓李爷，姓李爷，姓王王爷，嗯，都是这么喊。是吗？喊完了，那个人回答一大串的也回敬他。哦，回答的人就回答一大串回去。对了，你不能你答应下来实受了，那不成。是这样吗？当然是这样的。哦，有一走马路一见面了，嗯，朱爷，然后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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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哎，看见了吗？就是这么客气。这一大串稍显不和谐了。怎么不和谐？这字数实在是太多了呀。多了，字数太多了。少一点，哎，能少吗？精简一些。哦，三个爷，三个字儿。对了，分出高矮音来。哦，一样好听。是吗？来来来，再来呀，朱爷，爷爷爷。哎，就是这种状态，分出高矮音了。对，还能再少吗？能，还能比这少？一个字儿，一个字儿。干墩爷，呼，也行，也可以。朱爷，爷，哎。看见了吗？哦，就是这么一种状态。这一个也行，三个也可以，一大串也没有问题。俩字儿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不行。俩字儿怎么不行啊？不合适。俩字儿合适啊？没人那么喊。我愿意这么喊啊。我是贱骨头。我愿意这样喊的。我可帮着你了。我不用你帮我，你快点吧。你觉得可以？我觉得可以啊。那再来一回啊。朱爷，孙子。哎。真是。
我这人有时就这样脏心烂肺，我觉得他说不合适，他帮我，他真是帮我，我就突然我就意识到不可以了。我可以拦着点，我这不起不了来，我没拦住吗？你嘴太快了，你是小燕子是不是？真是讨厌，嘴太快，但是那个嘴特别快的怪。对，你把人家说这么回答，哎，这种也是一种礼仪礼节，嗯，对吧？这是天津讲究，天津讲究这个。对，你要到北京了，到北京怎么着啊？就不一样了。北京是什么样啊？北京来说呢，过去啊。讲究请安哦，老年间讲究请安。对，过去的人往说啊啊啊，清朝哦，大清朝的时候，大清朝的时候那是讲究请安礼，哎，但是他分了，分什么呀？文请安还有武请安。这什么是文请安？就是文人，文人，书生哦，哎，他们请安，文请安，嗯，就是双手一拂袖一打签嗯。就完事儿啊，这就可以了，就很简单啊。俩人比如走马路上了，嗯、哎，比如说见了面了，都是这样。包括宫里边也是，宫里边有一些文官，也是如此。一见面，嗯，都这样的。周公公，你们这哪是文官呢？这不太监吗？这不是。宦官哦，文职哦，这也行，这也是文职吗？也可以。周公公要进宫宫，你家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基因呢？学什么像什么像演员都得这样。周公公进宫宫，我给你请安了，啊、我给你请安了。这就完事儿了啊！这是文请安，对了，那武请安呢？练武之人哦，习武的有膀子力气，这不是习武的太监吧？这个跟太监没关系、啊，没关系吧？害怕您老有人画左脸，没有没有，就是练武的，就是练武的完整人，是吧？自然人，对吧？明白了，哎，没有缺零件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语言？再说让我下台了啊！不是威胁你，我捧不了这种根，我告诉你啊，过分了有点，你有点洁癖，有点艺术洁癖。好好好好，就是一个练武之人，练武之人呐、啊。对了，然后人家是什么状态啊？双手一拂袖，哎，肩膀碰肩膀，怎么还得碰肩膀呢？就这不一样的状态，显出这哥俩亲近来了。哎，练武的，而且碰的这下得使劲。近还得对你有一膀子力气，嘿，咱再来一回，再表演表演。哎，我给这个系起来。哦，这是穿了一个超短裙，什么呀？这是短衣襟哦，小打扮。对了，有一种上午的精神。哎，您现在就是上午的精神了。那我下午呢？哎，就差点意思了。咱走马路了啊！哎。你怎么这么像吗？我没有像，就是人家
讲究这个礼节吗？亲吻不是谁跟谁的，那都是亲嘴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就是不是，这真亲一回也不是玩命的坐着，不是人家外边俩人见一面就是戳一下就完了，这啊，戳一下，这是哪？什么叫戳？戳一下，戳一下，来一下就得，没有坐上的，不是人家。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地位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点，你吻的地方都不一样，位置都有区别吗？对，你比如朋友之间，朋友之间一见面了，吻双颊，哎，吻这个腮部啊，吻双颊，对，腮部都是这样的。哦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哎，真恶心！哎呀，怎么这么黏？那好恶心。这就是你说就是朋友，这是朋友之间。对了，你不要说长辈儿啊，吻这个小辈儿，长辈儿吻小辈儿，这吻哪儿啊？吻额头。哎，吻这个脑门。哎，都是这样的啊。啊，我的孙子。啊，这什么程度？小辈儿啊，我的孙子。没有的，没。竟然用你的这个器官亲了我的额头。吻了一嘴猪油，哎呀，真是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。你侮辱那是后半部分，这么前半部分到这就结束了。吻这长辈吻小辈，吻这脑门这儿。对了，嗯，你比方说吧，哎，情侣之间，小两口，哎，小两口吻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嘴对嘴儿，别过来。你现在你不热爱这个舞台？我太热爱了，你回去，你回去。你是不是嫌掌声不热烈？没有，没有。这大哥哥也看看，你过来跟他展示。啊，你别呼吁他，我看真的。这好像就是意思大，就是那意思。哎，这个点到而已啊，显了，明白得了。哎，明白了。哎，还有一种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就是求婚，求婚。对了，你比方这个，俩人搞的时间挺长的了。哎，比方这男的呀，碰见这个心仪的女生了。嗯，感觉呢，该说。婚礼殿堂之前有一个求婚的环节吗？哎，有像一个表达爱意的方式。对。吻手背，哦，吻这个手背，对，嗯，这样咱再表演，再表演表演，行吗？这里一共有两个人物，哎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一男一女吧。哎，我来那男的，我也来那男的，好，你来这男的，我只能来那女的了，自愿的，我来，我自愿的来一女，你来那女孩子好啊，为什么呀？合适啊，不合适吗？对呀，你学什么相声呀？哎，相声演员的肚嘛是一个小沧海。像什么？而且来说啊，你有女人那股媚劲儿，是吗？媚气呀！看这模样，这一看多媚呀！你媚呀！你媚！会说话，这就是骂街呀！这就是骂街。你得说你这个人有点媚气哦，你得这样说。有那个媚劲儿，有点媚气。你得捯饬捯饬。我还得化一化妆。对呀，你女的。哎，俗话说得好啊，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嘛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哎，稍微来来一来，哎，简单，别太复杂了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复杂不了了。哎，好，哎，这太棒了，这。来吧。啊，穿上它。哎，我穿上它。穿上它。哎，没问题。女孩子，您先稍微等一下。穿上以后呢，您更得稍微等一下。尊贵，我是有点尊贵了，我这肩膀是不冷了，这前面什么都没挡上。干嘛呢？您不让我穿上，这怎么穿？这样穿。有点未免太时尚了。这为什么要这么穿呢？那怎么穿？你怎么穿呢？你说不就都挡上了吗？这么穿还不如叫我去死。这么穿怎么了？我的胳膊都被他们看到了。谁看你呀？那我也把我的胳膊藏起来，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玉臂。你现在这个时代，你就很开放了。是，我可以把胳膊露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不是过去了，不是过去的女人一看，一看这胳膊就嫁给了我。啊，不是过去了啊，明白了。我呀，打远处过来。哎，行吧。行。然后你这等着我，我跟这等着您。对了，我跟你去求婚，太没问题了。只要你这边一说同意了，我这边手背一吻上，好，礼成，没有问题。再说有那要说不同意呢，一说滚，那就走了。行行行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再来一回。好，我从这里等着您啊。
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滚！我都成这样了，再有人来找我，我都是舍得让他滚。大哥叔叔叹息什么？我宁愿滚。李成，这样的就是后边没羞没臊的生活。你先等一下，没羞没臊的。别李成了，你好不容易我都答应了，你还不多来两下？答应我就行，可以了。再来两下，差不多得了。你再来两下，我还要。不是您先等会儿，您这是纹手呗？我啃猪蹄儿，我去你的吧！